佘诗曼呢日着上一身火红色裙出席活动。最近阿佘同黄晓明喺于正老师嘅新剧里面就饰演夫妻，不过听讲黄晓明系美食组组长嚟嘅，拍戏咁辛苦，美食当前，阿佘又忍唔忍到口啊？因为佢哋佢个厨师煮嘢好好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 lunch time 遇到佢嘅厨师会嚟嘅时候咧，咁我哋个个都黐餐噶啦，去佢嘅车嗰度，咁变咗个个都。都有肥到咯，咁好彩前幾日就我去咗一個好 long 嘅即係 trip 啦，咁啊比較頻撲，咁啊而家瘦翻少少。至於祖兒，容祖兒早前同韓國歌手勝利合作新歌，但係對方日前爆出醜聞，決定隱退娛樂圈。而祖兒早前接受訪問嘅時候，就因為支持勝利嘅言論而被網民批評啊。其實我又不覺得很困擾的，因為在我的角色呢，我們今次就是跟他的音樂上面合作，那也都因為工作有一面之緣，那在他合作上面我的而且確是感覺到開心，因為以歌論歌，我覺得在個音樂上面的製作，都是一個我有驚喜的效果咯。但是也都因為我工作太忙，所以就真的沒有太過去深入去了解，究竟呢個人的私人生活或者個人的即係個 behavior 係有啲乜嘢嘅問題啦。咁所以因為呢個訪問之後，我得出咗知道多咗啦。咁亦都公司同我都覺得係有需要去澄清一下我自己對呢一樣嘢嘅一啲嘅立場咯。咁覺得講完咁好清晰啦，就 OK。同場仲有專程嚟到香港嘅韓國男團 WANNAONE 成員邑勝佑，一出場就引嚟唔少粉絲尖叫，唔知幾時先可以睇到你嘅新作品呢？香港 팬 분들을 만나는 게 굉장히 오랜만이라서 너무 설레고 너무 반갑고요 그리고 팬 분들 이렇게 공개적인 자리에서 만나는 게 진짜 너무 오랜만이라서 굉장히 기분이 좋습니다 올해 방영되는 드라마 18의 순간이라는 드라마를 준비 중이고요그리고또다양한방면에서제끼를보여드릴수있는여러가지를보여드리려고열심히준비중입니다